奇，冷气嘅持有话嚟哦，好嚟。哦，诶，钢管未使点等啦，诶，钢管加得桥好死哈。哦，这招太狠了。大家好，我是英仔。来，爱饮醉落去，那您上来坐回来，坐回来，坐回来。还有招牌动作。爱是过去剩下你，爱你犹豫犹豫犹豫，犹豫犹豫犹豫，爱你犹豫犹豫犹豫，爱你犹豫犹豫犹豫，过去的苦阿弥，我的爱你最痛。小五哥，彩皮站在你的对面，英国号叫蛇姬。蛇姬，你看了感觉安怎？体格真水，真水，卡就水，卡就水。谢谢。哎呦呀！阿姨想要做你演唱会的嘉宾，唔知道可以吗？啊？看看我，小五哥，我们是一样都是同门的。哎，阿进，阿进，阿进哦，大神。怎么卖乱了啦？那个价格比当然可以。真的吗？真的可以。你确定诶？你唔好这龙眼播出了呢。啊！你时间要叫伊去，那考阮就无法度，我看恁啦，咱今仔有心灵做主啦。嗯，嘿，哦，心灵做主。卖公安的，安尼较公平。今晚要过来拔杯呀，拔杯啦。你家己拔啦。我家己拔。拔啦，有杯，伊就去做你来宾。哦，啊，你要几杯？你家己讲啦。超过三杯吼。来，继续量啦。连续呀。啊，嘿啊，连续。连续。来，心明在上。是。林彩婷手机请你去做。蔡小虎演唱会来宾是不是有可能请四杯？第一个，来第一波，哦，四杯，四杯呢？来第二杯，再请，是不是有可能做嘢来宾？请四杯，笑杯，为虾米？为虾米心明欢喜啦？笑杯代表心明欢喜。哦，新民工以后你来这表演都唔免去遐表演。还有一个机会，还有一摆机会，你别给我。哎，小虎哥袂使安尼哦，已经笑杯。第三杯那新杯就够算，不算啦。哦，安尼哦。你拄啊笑杯嘛，笑杯就是欢喜。搁一个，就搁一个机会。所以什么一嘛哈，什么一嘛？林彩婷是不是我都担任蔡小虎演唱会嘉宾？请不杯，请四杯。哦，新杯呢？会哦，两杯两杯，够一杯够一杯。你只要够一杯机会。你家己安排啊！我感觉你两个哪像有串通的感觉，你两个表情怪怪。小五跳个，伊跳个艳舞哦，足好诶！你中来安排哦，你去换衫吼，可以跳三分钟，迄人客无一个照片，连厝内底亲戚拢来。有影哦，真诶咩？有影啊！好，来，来，来，五杯来，来来来，来切，哎，十杯啦！小五哥。真正增加的，所以说背团的公差，演艺圈有多么的黑暗。这代志啊呢，你得赶紧处理了，不会去。好，谢小巨蛋的，你赶紧处理了。这我赶紧处理啊，你赶紧播啊，因为三十八一个笑杯嘛，代表新民当然以外个欢喜。今麦钢管连新民嘛爱看，对吗？你爱是跳钢管的哦。我也在跳舞。对啊。对啊。你也是真性感。我会当唱歌。你别话，你稍等下。如果你嘛无甲我拔杯。来，稍等下，咱先来检验一下。老师，给我们的这个三十秒的吼，哦，迄个钢管舞迄个音乐，啊，你们的小五哥徛在遮动作钢管，啊，这个彩蝶先来检修一下。预备。嘿嘿，嘿。哎呦哎呦哎哎呦哎呦，来呀来呀来呀，哇哇哇，人客，人客个持有我来哦，好来。哦，哎，钢管未使点动啦，哎，钢管加得桥好势哈，哦，这招太狠了，呜，小五，哎呦喂，掌声鼓励者，哇，啊，小五哥你家己决定，我看摇，我家己都摇起来，对啊，我跟你讲，今仔日屋里上今嘛登去吃这个高血压的药啊，今嘛要解决彩蝶的代志啊，什么事情？阿伯改观了，阿伯，哎呀，俗语讲了好啊，嗯，彩蝶东篱下，
啊，悠然见南山。那不是，你无规定位拢南山呢？南山。边啊，给他起步杂杂，起步杂杂，起步杂杂，讲伊要听小号的歌，伊要点一条歌安尼啦。是哦，对哦。啊，你不是袂晓讲台语吗？但是你的歌真的太红了。有吗？有。你要听对条。你想？我想听，其实我好。台语，台语。台语，即心即有力。一心即有力。这歌名听起来怪怪。两心即有我。你这么，你这样，心即有力啊！你这样这样讲，你就说，我现在希望听到哪小虎哥的哪一首歌，全部用台语讲，一百七。歌名叫做《一心即有力》。无这条。我跟你讲。有啦。有啦。有一条叫做《一心即有力》，嗯，搁一条《何事即有力》，搁一个《白人即有力》。一心即有力哦。一心。低心低多不低根，只只低啦，无心只只低爱心。一心即有力，伊嘛是一心啦，唔是好事。你家己处理了，我啥无啦。一心即有力，来来唱唱过来。像上光彼粒星，我的心因为你才有温暖的冬天。你的情为着我，甘愿吃苦不想甜。你心我一生回头看过去，路是这呢碎。你一张我一张褪色的相片，有美丽。心离开，一生只有你会当原谅我的脾气，一生只有你会当体贴我的伤悲。为什么？为什么等到你无喘气？一句我爱你，才甘愿讲出嘴。为什么袂当予我的命换你？地狱天长长，我生气。一生只有你会当原谅我的脾气，一生只有你会当体贴我的伤悲。为什么？为什么等到你无？今天现场的刚才那开小号小型演唱会，小型演唱会，哎，听个真欢喜啊！大家听了如痴如迷啊！是啊是啊，谢谢谢谢。有够开不？无够吼，如痴如迷的，过来一条好不？过来一条，过一条好不？准备听来破枪炮，那个听不？过来，安尼哦，还个加码。凡事啊，大家无要躲去五月三十二，不会无要躲去你歌谣嘛。所以要直接听个天光。我点个你介绍。介绍一首小号新唱片的歌曲，新的小新，哇，阿伯发的哦，抢先听，阿伯发的哦，今天叫做幸福送给你，真有意义的歌，哎，幸福送给你，谢谢。命不敢放弃，我哪会命有哪会错？
感觉。